个是特技的球，那我12月16号开始练习，从不会到现在，礼拜天一二三四，今天第六天。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的嘛，一手。那如果再进步一点的话，就是两手。那我昨天才学会，然后交叉了哈，交叉，不是，还有先这样子，左右。那我昨天才学会交叉哈，就试试看，那现在是两颗，希望下个礼拜可以进步到三颗，很好玩哦。耶、yeah.